走。坤哥，我去追他。不用了，救人要紧。没事了啊！别哭了。哎呀，六叔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哥他招谁惹谁了？都一天一夜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大哥，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，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就知道乱说话。哎呀，我这不也是担心大哥吗？再说了，警察局那边我也打过招呼了呀，怎么叫帮不上忙呢？大哥，阿爸，汉卿呢？阿坤那边有消息了没有？巡捕房那边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都说程坤不在。看来汉卿这次凶多吉少。大嫂，大哥的这件事情。跟涂怀志肯定脱不了干系，要是我哥有三长两短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彩儿，别乱说话，这没凭没据的，你怎么认定就是涂怀志他们干的？再说了，这两家要是打起来，一家老小怎么办？哎，阿爸，快，阿爸，快坐，坐这儿缓缓气儿啊。如果汉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。我也不想活了，老爷。大嫂，老爷，喊什么喊？不看看这成什么样子了？老爷，是少爷，大少爷他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走，快去看看啊！慢点。汉卿，大哥。幸亏你没事，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大哥，你没事就好。大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啊，你这么老实的人也会有人绑架你，你到底得罪谁了呀？汉卿啊，让你受苦了。阿爸，让您担心了。对了，这次杜克拉坤，要不是他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阿坤。真得好好谢谢你啊！啊，其实这次大哥能脱险，多亏了一个人。谁呀？这个人我不认识，他现在伤得很重，正在圣玛丽医院急救。圣玛丽医院，姐，不是你工作的地方吗？是啊。要不是这个人一直护着大哥，那后果真是不敢想象。阿坤，兰儿，咱们马上去趟医院。汉卿。你们扶他赶紧回去休息啊！哎，好，谢谢阿爸，大哥。大哥，来，快小心啊，走，进屋吧。小心啊，小心点啊，走，慢点啊，走。大夫，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全身有几处刀伤，还好都没伤到要害。如果今天晚上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哦，谢谢，客气。兰儿，这个人对咱们家有恩，你对医院说要用最好的药，花多少钱都无所谓。好的，阿爸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阿坤呢？你确定绑架汉卿的是日本人吗？是警察公馆的人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现在在上海全部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，这光总局对他们也是处处忍让，而且现在我们也没有抓到人，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，这件事情继续追查下去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是我和日本人无怨无仇啊，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汉卿呢？唐伯伯，那些日本浪人只要你肯出钱，他们什么事都愿意做。阿坤，这次多亏了你了，啊！这里的事情啊，交给我办，啊！时候不早了，该回家了，你母亲还等着你呢。
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六叔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你走吧。给你娘问好。啊，知道了。大哥，这涂怀志竟然勾结日本人，坏了规矩。我看呢，您给大伙说明，这涂怀志在上海滩就没有立足之处了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你说他勾结日本人，证据呢？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涂怀志不可能承认的，到头来还不是撕破脸皮成仇人。是，大哥。爷，我也不知道出的什么岔子，半路出来一个人拦着不让杀唐汉卿，那这巡捕王的张坤一到就把人给救走了。爷，我错了，爷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下次一定把唐汉卿的小子给做了。只有你这么多年，总是这么给我惹事，要不是看你对我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我早就已经把你给毙了。爷，我这真是为了您抱不平啊，爷。爷，我这可是真心替您抱不平啊，爷。起来吧。既然这事儿没有牵扯到我们，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。这事儿啊，就算过去了，以后对谁都不要再提了。还有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不要自作主张。谢谢爷。不过爷，咱们厂子可都让唐老六给砸了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行了，人家又没有动家伙，咱们的人又没有伤残，人那是依了规矩来的。再说了，我跟唐祖光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我总不能因为这点事儿就跟唐祖光翻脸吧？爷，那这事儿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！哎，行了，你这样，你去准备一份厚礼，跟我一起去拜访唐祖光。爷，您这是？一则恭贺，二则索赔。这唐祖光之前不是对我们一直有疑心吗？现在唐汉卿平安的回来了，那我们要是还不露面的话，那可就真的撇不清这嫌疑了。还有啊，你去给我好好查一查，救唐汉卿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，他对这件事情到底知道多少。是。这么快就醒了？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医院，你受伤了，我们在为你治疗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？告诉我。我叫什么名字？快告诉我！他精神好像有些问题，快去叫人来。好，让他进去。你不要这么激动，冷静一下。你不要这么激动。你走开！走开！先冷静下来。冷静。我叫什么名字？别激动。我叫什么？我是谁？救唐汉卿那小子现在在医院治疗呢。他睡着了。是啊，他到底为什么会那样？应该是得了间歇性失忆症，所以才会不记得自己的姓名和以前的事情。我刚才问他姓名的时候，正好触动了他的病症，所以才会发作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这种病能治吗？
不好说，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知道。会不会经常发作啊？那倒不会，他现在是因为受了伤，身体虚弱，所以才会经常发作。只要不受到什么重要的刺激，应该不会再犯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兰儿，你在医院里多照顾他，啊，好好照顾他。好，放心吧，阿爸。 阿爸，嘘，嘘，嘘！阿爸，我们又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又记不起来，那我们怎么称呼他呀？啊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 26岁，这小子姓夏，那我们就叫他小夏吧。啊！大哥，六叔，大哥，涂怀志那边来人打招呼，说是要到府上来拜访您，您看怎么答复他？ 也把他约到百乐门，我在那儿见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大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这是我百乐门所持的股份，我把它转让给你。大哥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怀志啊，你我兄弟多年，我知道你有难处啊！啊，我这些股份，加上你持有的股份，你就是百乐门的大股东了。从此以后。 弟兄们就有正儿八经的事情做了，啊！大哥，这么重的礼，我可是有点受不起呀。你就不要推脱了啊！咱们兄弟俩应该相互扶持才对，啊！不过呢。 我有两件事情必须先跟你说明白了，大哥，你说。咱们都是中国人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绝对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。这个是自然的。这其二嘛，如果今后有人再招惹我们滕家， 不管是谁，我绝饶不了他。大哥，这个你放心，这种事情啊，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发生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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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咱兄弟，来喝一口，来，来。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啊？别提了，昨天晚上我哥被绑架了，忙活了一天。 不过还好，都平安无事了。哦，哎，杨老师来信了吗？怎么了？杨老师死了。爷，不是合着我那顿打是白挨了是吗？这也太便宜唐老六那小子了。闭嘴。 这唐祖光都把股份转让给我了。
你还想怎么样？不过这唐爷这么做，还真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。哼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啊，救汉卿的那个人的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？兄弟们都打探过了，救汉卿的那个人脑子好像有点毛病。那天晚上救人完全出于巧合。爷，这么看的话，他们对咱们的事儿应该是不知情。 怪不得这唐祖光没有追究我们，原来是他没有证据。听着，吩咐手下的兄弟们，还有你，这以后谁都不允许再找唐毅和他家人的麻烦。不是，是爷，我这就吩咐下去。可是，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 一定要给养老师报仇。今后，我们不只要做贴标语和发宣传单的事情，我们还要像锄奸盟那样，只要有机会，就要刺杀汉奸和日本人。可是我们没有武器，我们这么做太危险了。比起那些在战场上跟日本人厮杀的烈士，我们这点危险又算得了什么呢？ 我不强求，愿意跟我一起的人，就跟我的手握在一起。好，我跟你一起。 小夏哥哥，你又在想以前的事情了吗？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来上海。你呀，不要担心，大小姐不是说了吗？你现在是生病了，等病好了就一切都会记起来的。希望吧。啊，谢谢你啊。 哎，彩儿，啊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出去啊，跟同学约好了。哎，走了。哎，小夏。哎，唐老爷，你帮我盯一下彩儿，一天到晚的往外边跑，别再出点什么事儿了。哎，我这就过去。来，这给你拿着。大家分头行动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 知道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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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们走了啊。走，注意安全。嗯，你放心吧，彩儿。好，走了，放心吧。走。哎，给您看一下。来，您看看。你跟踪我？我没有跟踪你，是唐爷让我跟着你。那还不是一样？不一样吧？怎么不一样？你说怎么不一样？ 到达目的地后，两人小组迅速寻找嫌疑犯。如果发现可疑分子，立即逮捕。如果他敢反抗，直接击毙。行动。
启禀队，今天搜索的区域定在哪里？回大佐阁下，城隍庙的租界地区。虽然宫董局默认我军在租界里边的行动，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今后这种任务要交给丁处长他们处理，明白吧？愿意为皇军效劳。 怎么，你信不过丁处长？回大佐阁下，我从不相信中国人。我也是。这么大的山海滩，只靠宪兵队来管理，那是远远不够的，知道了。万千世界，无奇不有啊！来看一看西洋镜了啊！这里面什么都有啊，您看过的、没看过的，全在这里边。哎，有趣的西洋镜啊！ 大家看看吧，我请你看西洋镜吧。西洋镜可好玩了，里面什么都有。哎呦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只是觉得你也不是故意要盯着我的，是吧？再说了，我现在马上就要去逛那个商场了，一进去也不方便。过来看看吧，啊！我又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在外面等着，所以呢。西洋镜，万千世界。干嘛？给我钱。 西洋镜里，嗯，慢慢看啊。嗯，大家看是西洋镜吗？啊，哎，太好看了！哎，好看，好看。慢走啊！哎，先生，看看这西洋镜吗？啊，行。西洋镜嘞，有趣的西洋镜，这可是从西洋过来的啊。 怎么了？我得逛到秀。哎，来看西洋镜喽！快来看西洋镜啊！哎，这位先生，您还看不看？如果要看的话，您给钱；不看的话，就请您走。哎，先生，西洋镜喽！快看看西洋镜啊！ 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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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是张坤，刚接到日方通知，有人在公共租界杀死了两名日本士兵。我马上过去。感觉不太对吧？你不说话，没有人把你当哑巴。小夏，小夏，你怎么？小夏，小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夏，他在路上不小心被车撞了。阿妞，快去告诉兰儿，让她回来给小夏治伤。我知道了。你这衣服是怎么了？他被车撞了，你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光顾着他了，我回去换身衣服啊。哎，这个不省心的。张探长，这里的租界是你们的管辖地区，
皇军的两名士兵遇害，你们巡捕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个案子我们巡捕房一定会追查到底，尽快抓住凶手。但是这次你们宪兵队私自进入公共租界，我们巡捕房事先毫不知情，宫董局也是事后才得到的消息，这未免也太不符合外交程序了吧。我们的这次行动是军事行动，怎么可能告诉你们呢？既然是军事行动，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案子不需要我们巡捕房插手，完全由你们部队负责？梁探长，你是在推卸责任吗？石道君，我刚刚就跟您说过了，这个案子我们巡捕房一定会追查到底，我什么时候推卸责任了？关于你们宪兵队私自进入公共租界这件事情，我也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希望张探长破案的功夫比你的口才还好。我们走。哼。坤哥真厉害啊，瞧把这鬼子给气的。这帮人啊就是吃软怕硬，你对他越客气他越欺负你。说的是。所有的伤口都是一刀毙命，这么看来这个人是个高手啊。我也这么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是高手，又怎么会对两个普通士兵下手呢？彩儿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人受伤了就应该马上送医院，幸好伤得不重，要不然的话不是全给耽误了。可不是吗？刚才他们俩回来的时候吓了我一大跳呢。小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被车给撞了呢？当时他愣头愣脑的，要不是那个司机刹车及时的话，撞得比这还严重呢。又没有问你。小夏，你来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我没有看到车过来，不小心被撞倒的。记住啊，今天发生的事情一定不要对家人说起，要是他们非要问起来，你就说你不记得了，反正你也……我知道。那两个日本人是不是你杀的？我不记得了。哎呀，我是说他们问你，你说不记得了，我问你，你要实话实说呀。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了。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刚刚发生的事情怎么会不记得了呢？你再好好想一想。小夏，小夏。小夏，你没事吧？小夏，你没事吧？不要伤害他！你们放开他！你们放了他！不要伤害他！到时候咱们一起去。姐，
小霞怎么了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快，阿宁，带着我的药箱。快点，快点！快找人把他按住，我给他。快点，来人帮忙！快点！快点！你松开！你松开！松开！放松开！你松开！哎呀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不要动手！不要动手！妈，妈，妈，我在呢，把他扶到床上去。好，哎，好。妈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我没跟他说什么呀。我就正常跟他说话，然后他就突然就变成这样了。兰儿，小沙他要不要紧啊？他好像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，想起了以前的事情，才会变成这样。我去看看他。我也去。既然日军方面承认这是他们的一次军事行动，那就跟我们巡捕房关系不大。你说的没错，这样的临机作案，我们很难找到什么线索。而且你也知道，现在整个上海充斥着反日势力，要想查清楚谁下的手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军权处理，适当的给日军方面一个交代。是。大佐阁下，我们接到电话，有当年皇军士兵在城隍庙被杀害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大佐阁下，现场留下的照片。
以刀毙命，看来对方是个高手。我们正在积极的搜捕凶手，巡捕房也在积极的配合。这种临机作案，靠巡捕房是不可能破获的。那您的意思是？ 通知下去，让各部士兵加强警惕。另外，让特高课和侦缉处加紧抓捕抗日分子。既然对方敢对皇军的士兵下手，那么我们也不能没有回应。嗨。 斩断沉重刺与心的希望，夜空摆渡离乡，那个身世。